据卫生署公布资料，得知有两名确诊人士曾经在上个月27号下昼约2:30到雅城望月楼用膳之后，曾经到过九展 ViuTV 大本营。当日 MIRROR 和 ERROR 参加新城勁爆颁奖礼之前，曾经回到公司 ViuTV 逗留作准备，需要进行强制检测。MIRROR 和 ERROR 成员昨日先后回公司交深喉唾液样本，就强制检测安排。今日 ViuTV 发言人回应，由于有确诊人士曾经在10月27号晏昼5点至7点出现在九展，我们已经按照政府规定安排在上述时间在 ViuTV 办公室的同事和艺人进行检测，检测报告均为阴性，我们会继续執行相关防疫措施和检测程序。星島頭條 App 有齐各种生活小帮手，牵工都要靠它，还不快点 download， 立即下载星島頭條 App 啦！